我现在肯定不能送啊，我让沙送啊。送什么？送什么？你要送什么？你们歪歪的麦可以关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笑才说啥呢？哦，没事没事，他那个送外卖。我要造谣回去。送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有刀，声音不至于这么大。网子。笑三面刀轰轰，我是魔法。笑三面刀轰轰，我是魔法过。哦，我看到那个韦后征啊，也到了个人，他旁边有两个尸体。我在点外卖，但是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，他旁边有尸体啊，韦后征，但我不知道谁刀的。嗯，过。天命人参果为什么一直叫我呀？我啥也没干，我没刀啊，有刀红孩儿早死了。我直接进入发狂状态。谁刀我没看清啊，但是我都拍紧了，我铁是魔法。哦，到我了。我不知道，我啥也没发生，我都刚看到那个天命人参果的屁股，我就没了，我就没看到人过。哎，这头。那可能广智没这么高吧，但他又有点心虚，也不像啥好人啊。过了，那妈真是老，我操！出手吧，过。不是我刀的呀，好歹听我说一下吧。不是我刀的，韦后真刀的，我们韦后真也点我了。不是我刀的，我是身份窃贼啊，我刀了我就变身了。不是我刀的。哦，红多梨。哎，我舒服了。哦，他妈的。好的，明白了。那就是你的队友去死吧！我没刀啊！哎，那我是身份。其实我真没看清，我看到双刀了。双刀，我拍了都两个鸡腿，就是必须要刀，必须要退一个。好吧，我是模仿铁背狙的呀，这肯定要随便点一个。怎么样，小三前辈？咋办啊，我他妈的要有的是谁打不到笑三，你妈个逼上来就刀我笑三。不是他刀你学到了，我不是我刀的。不是他，我是身份窃贼啊，轰哥哥，我刀了就变身了。我看你跟前面人是双刀呀。那谁刀的我呀？不是，我看你是双刀。哎，我不是你，我刀的是黄富是吧？我跟黄富双刀了，就是三个刀你。死了。哎，刀兄弟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波神说他和软妹小婷是恋子，然后无敌大王在刚刚进来之前说了一句操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为我们保障这所大哥正道，还他一个光明，还他一个未来，还他一个清白，全票打飞，无敌大王韦后征过。无敌大王韦后征给我溜了半圈，急死了。出他过了，没问题，全票打飞，独敌大王韦后征，波神是链子，波神是链子，波神是链子，过过过。我操，跟唱歌呢。过了，出不去，不是我刀的地板，场上还有坏。我操，好快！我操，是人啊 ！OK， 目标明确。自信吗？装逼！哎、目标明确。主要是想睡了。你队友谁？你主要是想睡了。谁蹦出来吧？是，哎呀，哎呀，没听到。目标明确。生日都是要坐牢的。我们来相遇，荡着深情与相爱。谢谢蛋糕的万里扶摇，谢谢波波，谢谢蛋糕，谢谢蛋糕的万里扶摇，谢谢波波，谢谢此用户正在休息中的，谢谢。闹笑，我和猫不是糖果，还有郭晨，我们三个，什么意思？住嘴！任务呢？聊天啊，他们。任务呢？全票打飞，虎先锋。全票打飞，虎先锋。波神被硬控了。你犀牛哥哥是你随便能刀的？小小 boss 在我这里装模作样。
啊，你的破刀能破得了我的房？哥们一个牛角把你顶飞，再把你踩死。曹李德，所以第一个到底是谁刀的？你两个队友都不承认。哪个？我不知道，我第一刀刀了红富富。你跟我和笑三做队友，你还想有人做任务啊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的局面、啊，你能怎么办呢？人生就这样嘛。但是芒果我知道他怎么做的了。你自己不是不会做吗？你身份都暴露了，自己去做呗。你说我什么身份？你说。我给你个，我给你发个任务吧，你去给贺仙人打了。哎呀，早知道我给你报了，崔姐。崔什么、啊？早知道我给你报了。他们在聊，聊天呢。我们是傻逼啊！你想让傻逼给你？他们在聊天，谁是你刀的我爸？被不解硬控了，我操！不解跟他，所以是你刀的我爸，天不解算关键，你知道吗？队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不想当我夫妇的，我想给他生日礼物，被崔姐抢先了，我刀了，留着旁边的你，我刀了，对我偏头痛都要犯了，你知道吧？嗯，我什么刀没有？再来吧，50。50，哎，不玩了不玩了，退了退了，走了走了，OK， 退了，退了，15也行，其实，15也行，先退，15也行，没那么少，一毛没有，赶紧开，开，准备，一毛没有，赶紧准备，没人准备啊，开，估计大王说没有50不开，等会儿，后针，速刀，你也生日谢礼物吗？咋了？你也要50？怎么没一个人在发呀？警长开吧。谢谢凯凯。什么？凯凯发了？凯凯，我操！